屋内有一张神奇的桌子，只要您将那桌子上一张头露出来，你就会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人在，人头还在，身体却消失了。真的吗？就这张桌子吗？我试试看啊，你看看我是不是身体会消失。是不是？是啊，没看到了。真的呀？是啊。那我身体到哪里去了？哎，这个是不是像那些做魔术的，变魔术的，就是把身体切掉啊、锯掉，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？真的没有看到啊，底下有两面镜子。不要揭秘，不要揭秘嘛，真的是。哎呀，我就说看不到了。我帮你拍张照片。我以为是底下是空的、透明的，原来是